来两分，东方。你买到荔枝喝最多了，二百多，得二百多呢。嗯。来吧，来三根吧。来三根。你把这皮给我蹬起来啊、哦！行，那我不干，把它都干。不干，你看你老在我买肉，你说我不唠嗑呢吗？那可不。还棒。嗯。真给我扒些个肉皮。你就这一疙瘩肉皮儿，本来都不愿吃。215。二百一十五，给二百一中吗？中。这排骨你贵贱买不着。来，我排骨给我剁着啊。行，我给你剁排骨去。哎，剁剁。没想到这天这么暖和。啊。没想到今天这么暖和呀。今天这块儿，我中午歇着睡的，你给我等起来啊！这是是吧？嗯，这吃一口，它都香啊！都香啊！哎。这猪你就吃吧，我就跟你说实在话吧，这都少有这猪。嗯，你看这些，你看这些买肉的、卖猪的，他哪有这样猪啊？他淘腾的，他路途近。我净整那个，捡那个好的、贵点的这猪多。我这哎，把肉皮给扒了。哎呀，来大哥。啊，你这又上这来吃饭了。好，你要不吃饭，没办法，饿呀。饿呀。那有个袋中吗？你套一个，我给他套一个吧。谢谢。套一个。这没别了，净有的。快去喝去吧，你给我端着。我给他给我端着。来。大哥在哪儿呢？这后球吧，这后球。这最好的，在这边来的来条了，少来少来，别动，哎，就这块吧，看这块没多少，六十块钱，还差十块钱，六十块钱，哎，好嘞，六十一。还帮我这二维码给你刷了。啊，行。你呢？嗯，80。你说大姐，你说你要把这二维码搞到你那，你那钱花不了咋整？你呢？你呢？你真就多会的了。你那是有实力的人，那我这太轻了。就到那个啊，我来拿着。来，在哪来？我右手的，竖在这儿来，这是。那不也不是，在这儿干吧，中吗？我这干那块今天我这小脖子，还有小脖子那儿呢，那才两套。小脖子，小单子，要让我给他充单数。来。你一说单子，我就明白啥事儿了。走，50。那不是这不容易的吗？是吧？这就这么简单，太、哎、简单了。这肉是真好，太吃了。这猪实在是忒好了。给你的，来给你，来，5块钱。老公，上路不见人了，你这不弄大的吗？看呀。真的找这样猪真找着了，这可就找着。这个13，快点儿嘎这个吧，这就这个好。2、3斤。我嘎开你们看这肉瞅瞅，这家
谁是辅助方？辅助他都没这样，油光正亮啊。五十，这可就是严肉了，真的。这句话说的正确。五十。他是一个多。啊，瘦的十四，没事，来。老姑，你在哪来？姐这儿来吧，到这儿。要不拿？要多少？你说话吧。我还拿着吗？你不拿着拉倒。还天天吃。我俩送家去吧。给你了，嗯，你就吃吧。哎呀，真好。嗯，160块钱。这鸡只要想要瘦，那就闹了。这多少钱啊？13。这多少？他在那儿呢。嗯，他那160。又一口啊？还要要多少？我这鸡都腰了。看了吧，这猪你瞅瞅，正亮。我说的挺好的。上100块钱。这家伙这要吃着。你给我干破的，我不用那破的。你要这破吗？你说这破吗？哎，你要哪我给哪。这干一条。再干一条。咱们吃牛，马家他业绩嫌我瘦。哎呀妈呀，你咋？你看这鸡想要瘦不？好了，190，缺1块钱啊！付过去了啊！哎，好，190，那就哎，多大一点？装，来吧，给我来吧，搁哪儿了？那我给你放在这儿吧，你去买东西吧，去吧，啥也少不了啊！这不实在亲戚，没毛病。哎。你要上街去那个三子，给我等会儿啊！我大哥要啥我给啥。哎呀，我大哥是一般战士呢。别太大瘦了。哎，徐大哥，这牛这肉，就是个抢的肉。今天咱这猪是天王盖地虎。上就想个瘦。这家伙。也是对，上级你老找瘦瘦的。对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说下级我杀个胖的，是吧？我到这就开始。哎呀，可惜我说到哪儿办到哪儿，下级还这么胖。又没了。我在这干卖肉都出名，都上我买胖猪都上我这来，就是个胖。拿他手，我把下子给大哥写盒，3块。你看咱这玩意儿卖的是合理吧？哎呀，老3块，就这玩意儿比芹菜都贱，芹菜还5块钱呢，就3块钱卖，一嘎子不往这行添，大哥是吧？咱们这玩意儿就讲究。来，16块，16块，给我15。对。40票，100块钱给你，走，我给你想着，没事儿。放心，我不再忘了。你就拿着吧。100块钱。行。115。我有那钱呀？臭了，大哥臭了都不行。没有那些钱了，没钱拿吃去，不要了。大哥，我赶紧。这好，这是个玩意儿。他卖多少钱？白给大哥弄差了。不对了，不对，顶排骨价了，那不对。不对，我不如想想，刚才那排骨钱。我赶紧给我整排骨去，整排骨去。我一别找你，那肯定找我。我操！我俩做个肉去。肉咋卖呢？13、14的。肥的13，瘦的14。
有，不能插大哥的。有。大哥，谢谢。戒指准上了。我就是不准那写个梦。我穿的。正十三，这十四。这面瘦的十四，这是前边瘦的，这是腰头。你说你要哪儿吧？十三的，十四的。这要吃肥的，瘦。要吃肥的就上这儿来。这个东西好。你看刚才他们净干肥的，一点瘦的不要。你说啥呢？瘦的没有不要的。炖土豆子，炖豆角子，炖大萝卜，就这玩意儿。530多斤个猪，你看就剩这点了。来，90块钱。这个怪不怪呢？3块4块血。走，91块8。猪血5块钱。纯猪血，2回1买你得挣啊！现在你看那个二斤猪血10块，现在猪不挣钱，拉一根你来买了我就真不要钱了。为什么2回买你都给了？拉一根不要钱了。行。你上几弄猪真是好多了，因为这猪胖嘛。来32，给我30块钱吧，这是你。好，这就还净在我这买肉。来吧，直接来块肉。你是你要肥的，要瘦的。这一这都拿你，你剩过这剩下咋整啊？你看看来。不要你，看看。你不要你这就来，这都够肥的了。114。不用你现在。这14，这个13，你看看秤，这不烂说，我卖东西。那定价你定价就没有。红啊，这真得在那买肉，他都不上网上买肉去，对象都不去。这是我看出门道来了。这个卖14算的。对，必卖14，我这都卖14。小姚丽，你说。啊？这现在是炒菜要6块钱，这明说。明说要2天，这肉炒菜要6块。你别急，你直接吃去吧。就今天这个肉，今天这些水油，全都卖5块，我就和你见一口，就卖了。水油卖了，给大姐了4块钱，一个水油10来斤。